我们有谈到325师资短缺的街头示威，我们不支持或者不鼓励动不动就街头示威，尤其有关师资的短缺，我们已经一向来高度的重视，党已经在1个月前多有讨论，也做了2项的重要的决定。第一，要我们的马华部长在内阁提出，内阁也同意建立一个特别小组，由副教育部长拿督魏家祥博士领导，他也召集了几次的会议，也有邀请有关的教育领域的各方面的代表来探讨这个问题。 党的立场就是，所有的空缺在华小必须要填补。第二，这个权力呢，应该由校长决定，而不应该只是教育部。我们这边太慢，我们也一向来不同意不按华文老师派到华小来教一些课程，媒介也是用中文的。我们也不断的强调，老师有双语的。1年级、2年级、3年级。